么进一步来看到，其实昨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美国政府跟国会也在这一天呢，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一向关切中国人权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有出声，详细内容交给华视特约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仪。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美国的拜登政府还有美国国会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在美国时间6月4号的上午发出声明说，今天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数万名因为捍卫自由、人权以及消除腐败而遭到残酷袭击的中国和平民主抗议者。35年后，那一天真正的伤亡人数仍不得而知，但我们向1989年6月4号和随后日子里被杀害还有监禁的所有人致敬。布林肯最后说，当北京试图压制六四记忆时，美国与那些继续为人权还有个人自由奋斗的人站在一起。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挺身而出的人们的勇气和牺牲不会被忘记。而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呢，在6月4号当天举办了听证会，邀请了六四民运领袖周峰所等人出席。而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旗帜支持中国民主的美国前议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 We as Americans mus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if we don't, because of commercial reason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about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而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记者会上举着坦克人的照片说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man stood up to power, and many stood with him, including many of those who are present today. But people had a choice that day, either to stand with him or stand with the tank. And for far too long, too many people stood with the tank, and the tank represented the thuggish, brutal.”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sought to squash the freedom of this man and countless others, not only then, but today.克里希纳穆提说呢，美国两党现在是一致，不再对中国人权的破坏保持沉默。无论是在天安门、新疆、西藏，还是中国各地，美国都将捍卫自由。而美国参议院方面呢，由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卡丁参议员，还有共和党的卢比欧参议员跟民主党的莫克利参议员共同提出来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的决议案，并且谴责中国对其公民还有活动人士进行镇压跟跨国镇压，以及在联合国体系内系统性的破坏人权规范的行为。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在白宫为华视新闻报道。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